12月5日，结束半年收容教育的黄海波前往美国。关于黄海波此行的目的可谓众说纷纭，其经纪人曾透露他将赴美继续完成学业，还有传闻称他打算移民并结婚生子。时隔5日，由记者独家拍到黄海波在美国的行踪，全面记录他在美国的生活状态。目前黄海波居住在美国亚凯迪亚市，这个亚裔居民占比60%的城市被认为是中国人的比利佛山庄，位于圣盖博山山脚洛杉矶市中心东北21公里。由于好学区名声在外，亚凯迪亚市的房子供不应求，尽管房子已经涨到了天价，但仍受到很多中国富豪的青睐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黄海波的独立屋购买于今年1月，价值178万美金，使用面积约为300平米。照当地的房价，黄海波的房子属于中等价位，算不上是豪宅。有消息称，黄海波被收容的这半年里，他的女友曲珊珊一直不离不弃，两人甚至已经有了结婚的打算。据了解，曲珊珊也是一名演员，曾演出过《神探狄仁杰》等影视剧，今年32岁，比黄海波小6岁。目前两人已在美国同居。另据媒体爆料，黄海波所居住的城市亚裔居民占比60%，有中国二奶村的绰号，也有文雅人士称之为情妇之城。当地的一名房地产销售商在采访时说道，这条街道上的大部分房子都被租出去了，租给那些人的女朋友，有些都不止一个女朋友。另外他表示，买房的大都是大陆来的中国人，并且大部分都是现金交易。